它呢整个的内容哦，因为呢这个就像一个正头的一个嘉年华会哦，那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清水祖师爷呢出巡的日子，要来哦，让我们所有的庐下众弟子大家接受了我们感染到我们清水祖师爷的神旨神恩哦，那大家在这未来的日子当中的感受，犹如呢我们清水祖师爷就在身边一样的护佑哦。欢迎三重福安宫南山顶峰哈，咱的福安乡哈。这是咱的台湾西，嘛就是咱的北部西，那我们俗称嘛叫做哈巴西吼。
风的新时代哈，咱的台湾山哈，就是咱的山顶哈，谢谢谢谢。